志玲的话，他去过怎么地呢？我们如果要这么多的资源的话，要这么特殊待遇，那我们和男人有什么区别？ 说脏话不会显得你非常幽默，就会显得你很便宜廉价，类似于这种。我觉得就是怎么讲呢，就为什么女人不能说脏话呢？你是在追求她吗？还是也没有。然后我天才少女，但是高考失利，遗憾多养。这么说会冒犯到你吗？放了之后，大家原本被压抑着，就以前我之前就有说过一个，就是算我自己总结过，之前也有类似的说法，就是我觉得女生是最好的演员，就女生是天生的演员，就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就是从小到大就特别顾及男生的想法。说一下你的购票屏障，得病了，干净的那种啊，得的肺炎啊，别怕，这大的，就一八年的。